现场以及网络上的法师、菩萨们，阿弥陀佛。好，今天是我们中观的智慧第三次课程，我们接着上一次介绍到中观的基本教理，分成四个重点来介绍：缘起、性空、二谛、中道。其中缘起，中观学派的缘起，我们根据龙树菩萨的中论以及轻辩波尔登论、月称的净明聚论，我们归纳整理出三个重点，也就是缘起具有此缘性的特征，具有相待性的特征，具有空寂性的特征。我们上次介绍此缘性、相待性，此缘性从时间的前后因果关系看，相待性从空间，也就是同时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待的。今天接着我们看缘起的空寂性。中论归经记，根据鸠摩罗什的翻译，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或者是不来亦不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希论，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这两个偈颂诸位应该还有印象，我们在介绍基本教理之前，我们先看简单的看这两个偈颂，同时由这个偈颂我们点出龙树菩萨在这两个偈颂里边点出什么。龙树菩萨写中论，整部中论的主题，我们说中论总共分成27品和27个单元，每个单元针对众生容易产生的偏执，容易产生的邪见执着，一一加以破斥，也就是借由各个不同的论题来帮助我们能够断除执着。但是全部整部的中论共通的主题是什么？诸位还记得吗？缘起，共通主题是缘起。那目的呢？龙树菩萨为什么写这一部论？寄送里边的第二个寄送的第二句，善灭诸系论，有没有？善灭诸系论，也就是烦恼完全断除的涅槃境 Nirvana， 烦恼完全断除。那上次我们简单的看过，这里呢我们介绍缘起的空寂性。缘起的空寂性就像归经记里边所提到的，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的所谓的八部缘起。八部是用来形容缘起，也就是缘起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的，所以合起来称为八部缘起。八部是对，生灭是一对，长断是一对，
一意是一对，来去是一对，那也就是世上不仅仅是四对，凡是世间任何对立的看法，任何对立的见解，都是什么？都是边见。边见，那就是龙树菩萨所要破斥的。那龙树菩萨在这里举出生灭等的四对的现象，那只是以四对来代表一切的凡有执着的一切边见。那龙树菩萨用这个四对八个不来形容缘起的真实相。所谓的不生不灭，是从一切法，一切法包括我们的生命现象，包括外在的一切的存在，也就是一切法的存在啊，从现起的角度来看是不生不灭的。所谓的不生不灭，不是否定它的宛然有的生灭现象，而是要否定有人生执着是什么？执着是有固定不变的实体的生，灭执着固定不变的，那这样的灭的话是断灭见，是不是？所以呢，这边所要否定的是具有自信的，具有恒常固定不变的生，是一因代缘的生，灭同样是一因代缘的灭。所以否定的是执着为实在的，但是并不否定宛然有因缘和合，因缘具足宛然呈现的暂时的各种现象。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不长不断，特别是长断众生指的是谁？众生指的是谁？指的就是我们啊，是不是？否则的话，那个再说到有边见、有邪见、有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见解，或者是有执着，我们在说众生共通的通病。那众生指的是谁？指的就是我们。我们在起心动念当中，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实在固定不变的所谓的自信见。那什么是自信？我们后面会再介绍到。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不依不异；从运动的角度来看，不来不去。这是一切法的存在啊，从出现到灭去，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从彼灭而从此生起。一般我们很容易以为所谓的生灭是有一个东西在这个地方灭去，在另外一个地方 升起。那龙树菩萨所要否定的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同时它不是恒常不变的，也就是第二个不长不断。恒常不变，没有一个任何的一样东西它可以是恒常不变的，但是呢，
彼此之间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再来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不依不依不是独立存在的，不来不去不是由此到彼。经典里边经常会举种子发芽，种跟芽之间的关系是因跟果的关系，种子是因，芽的话是果，是不是？从因到果，并不是那个种子灭去，然后有芽的升起，或者是种子不变，而有芽的升起，但是不能说它是种跟芽，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是不是？那同样的，那个种到芽，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必须有各种的因缘和合，才能够有种变化到芽。那也不是种子跑到芽那里，然后有一个芽的升起。综合起来讲，从种到芽，事实上它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不是说种子完全断了以后，然后有芽的升起，它是一个缓慢的，所谓的缘起甚深啊。那并不是 A 跟 B 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也不能说从 A 移到 B。 好，这个是八部生灭，生灭常断意义来去，那也就是一切法存在的各种现象。那这些各种现象都是因缘和合、因缘条件组合而呈现的，不管是生的现象也好，灭的现象也好，它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因缘和合而呈现的宛然有。好，所以呢，在归净记里边，龙树菩萨用八部来形容缘起的真实相。缘起的真实相是什么？没有永恒不变的生灭常断依依来去，一切的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暂时呈现，因缘变化而呈现变化，因缘离散而呈现灭去的现象。但是呢，凡夫众生，也就是我们，很容易以为生是恒常的生，灭是恒常的灭。所以呢，因为凡夫众生啊，因为不能测见，不能体证体会空性，所以对一切法的各种现象啊，因缘和合宛然有的各种现象，很容易执着为有决定的相。决定相跟缘起的真实相正好是相反的。缘起的真实相是什么？一切都是什么？因缘条件组合。既然是因缘条件组合，它一定是无常的，无常就是变化。那你把它认为是固定的、有决定的样态、决定的状态，那就是什么？错误的执着。正因为凡夫众生不能体证缘起空性，所以呢，对一切法很容易产生有决定的相貌、决定的属性样态，因此对于各种现象的变化很容易落入有决定的生、决定的灭、决定的长、决定的断等等的边界。反过来，有智慧的人因为测见空性，所以呢
体会到一切法的存在、都是依赖因缘，依赖因缘条件的组合，所以呢，随着因缘条件变化会变化，它是没有决定的相，所以不会执着暂时呈现的相是固定不变的。譬如那个，我们举个所谓的你为悦己者容，哪一天你突然看到镜子里边，突然看到哇，自己多了好多白头发，自己多了好多皱纹，那你想想说，我以前头发很黑亮，没有白头发，我以前皮肤很好，那事实上潜意识里边，你不希望头发变白，潜意识里边，你也不希望皮肤变皱，然后长出老人斑，这是潜意识里边，你希望自己的容貌是长恒不变的，能够维持在你觉得最美好的状态，是不是？那个是我们潜意识里边会有的一种期待或者一种执着心。那这个是因为什么？没有测见一切法缘起性空，是不是？所以很容易在各种的现象的变化上产生认为、希望、期待你所期待的好的，你希望不要变化，是不是？那有智慧的人，因为体证到缘起性空，所以对一切法不会执着有决定相，所以能够远离各种的执着、各种的邪见，能够直透缘起的真实相。所以凡夫因为执着有决定相，所以有各种的边界，由边界而产生各种的烦恼、各种的得失利害、计较、比较、贪嗔痴等等的烦恼。那为什么会执着有决定相？因为不能测见缘起性空，而有智慧的人，因为不执着决定相，所以不会起烦恼，不会起执着心。那为什么能够不执着？因为测见空性，体证一切法空，体证体会到缘起性空的教理，所以这个是缘起的真实相。在《归境记》里边，形容缘起的真实相，除了八部生灭长断一义来去之外，另外我们看到《偈颂》里边的善灭诸系论，在梵文原本的文法里边，事实上它是两个语词的组合。灭诸系论呐、用的是 prapancha upasama， prapancha 的话是系论， upasama 是止息，或者是熄灭，或者是灭除。乌帕夏玛的那个夏玛，世上诸位不会太陌生。夏曼塔，夏曼塔是什么？有没有印象？舍摩他，夏曼塔是舍摩他。舍摩他是翻他的音，那意思一般翻译成什么意思？一个是意义，一个是音义。止观的止啊，是不是？夏曼塔。观的话是什么？ Vipassana，
止观的那个止，止的话是什么？止烦恼心，舍摩他，想曼他，止烦恼心。心安住在所缘境上，烦恼心、攀缘心、执着心会慢慢的停息下来。所以那个 Upasama 是止息、停息、息灭、灭除的意思。所以在梵文里边，善灭诸系论的那个灭诸系论 Prapancha Upasama。 另外鸠摩罗什翻译成善灭诸系论的那个善、啊、梵文用的是西瓦，西瓦可以翻译成极静安稳。所以如果根据这个寄送的梵文本来看的话，龙树菩萨在这两个寄送里边用三组的形容词来形容缘起的真实相。第一组的话是八部，所以我们前面不是提到吗？八部缘起。然后第二个形容词是细论息灭。第三个形容词是极静安稳。因为这三个形容词同样都是用这三个词同样都是用形容词来形容缘起。所以我们看细论是什么意思。梵文细论 Prapancha， 印度人认为啊，细论是凡是没有意义的言谈、没有意义的言说，乃至于没有意义的名言概念。言谈言说是行诸于口的，也就是用嘴巴说出来的语言。但是细论不仅仅是语言，还包括什么？你的起心动念，你的思维。因为所谓的名言概念是什么？你在头脑里边想形成一种概念的时候，它是有什么语言文字像的，是不是形成具体的概念的时候，它一定是不离语言文字像，只是有没有说，有没有说出口。好，所以不管有没有说出口，只要是无意义的，那就是细论。而这个是那个印度人对细论的解说。而佛教呢，用细论进一步的延伸的意思是，凡是由自我中心、我执的习气而来的分别心而来的认知，所以是凡是由自我中心、我执习气而来的分别而来的认知，都属于细论。进一步的，也就是凡是会导致我们的妄想分别的名言概念，不管有没有行诸于语言，都属于细论。在中论的第十八品观法品的第七个寄送啊，说到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即灭如涅槃。那也就是诸法实相不是用我们的心的思维或者是用语言可以描述的。所以这边第二句心行言语断了、啊，在梵文里边，心行言语断是两个语词，心行跟言语两个概念，也就是心行断，由心行断能够达到言语断的目的。那什么是心行断？也就是
以自我中心而来的思维分别，那个心行的那个行，也就是活动的意思，以我们的自我中心，以我执的习气来分别判断，这样的行为终止停止，就能够进一步的达成言语断。言语断也就是细论习的意思。诸位可能很熟悉的有两句话，禅宗有两句话叫做什么？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嘿，那这个的话就是中论十八品这边心行言语断这边所提到的，也就是对于一切法的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相？诸法实相也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的样态，真实的状态是什么？缘起性空啊，是不是？一切法真实的样态，诸法实相，一切法不离一因带缘而呈现宛然有，但是本质空，是不是？所以诸法实相缘起性空，这个不是用我们的心去思维分别，不是用语言可以描述的，它属于什么实证的层次，必须经由实证实际的修行体证，才能够真正的把握到，而不是用语言用心去思维去那个分别所能够把握的，所以它是属于实证的层次。那这里就跟细论有关系，细论习，那就是心行断而能够达成言语断，也就是细论习的目的。再来极静，或者是翻译成极静安稳，梵文用的希瓦，希瓦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希瓦，那个印度教方面的，印度文化、印度教、印度宗教，希瓦有没有很熟悉？好，希瓦，如果查梵文词典的话，他会告诉你，它可以当成名词用。当成名词用的时候，特别是专有名词的时候，它是印度教里边的一位主神。印度教有三位主神，那个梵天，还有那个维斯努、毗湿奴，还有什么希瓦，翻译成那个湿婆，他是毁灭神，同时也是创造神，因为他们认为要创造之前要先毁灭，就像我们建筑那个老的建筑要那个要先怎么样，先把那个移除掉，然后再盖新的。所以那个希瓦既是毁灭神也是创造神，这个是当名词用的时候。它也可以当形容词用，形容词有吉祥、幸福，还有救急、解脱，也就是就近解脱的意思。而且在佛教用语里边啊，经常被拿来描述涅槃，烦恼完全断除的涅槃的境界。那烦恼完全断除的涅槃境界是一种什么状态？安稳而幸福的状态，这个是当成形容词用。同时它也可以当成副词用，譬如归尽记里边的，能说是因缘，
善灭诸细论的那个善灭的善，就是拿来当成副词用的，修是灭善灭。但是呢，我们从归进去梵文文法的结构来看，希瓦这个语词跟八部还有跟细论一样，都用的形容词来形容缘起。所以八部极尽还有细论灭，这三组的形容词在文法结构里边，它跟缘起是同格，那个梵文里边要修饰要形容一个名词的时候，它会变成跟它同样的 case， 同样的那个语形的变化。那所以呢，这总共八个部，八个形容词，再加上极尽，加上细论灭，总共有十个形容词，全部都是用来，因为跟缘起的变化是一样的，所以是用来形容缘起。所以极尽跟细论灭这两个形容词跟八部一样，都是用来形容缘起的，可以说是三组十个语词把它归纳成三组，可以说是缘起的三个不同角度的说明。那这个从鸠摩罗什中文的翻译善灭诸细论的那个希望看不出来，比较看不出来那个极尽安稳的那个意思在里边。下面我们根据梵文这个寄送，根据梵文直译，同时我们把它做一下那个整理。圆满的觉悟者已经宣说了缘起，那这个缘起是什么？这个缘起是用了三组形容词，这个缘起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同时这个缘起是细论止息，同时这个缘起是极尽安稳的。然后进一步龙树菩萨说，我向这位说法者中的至尊，那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行礼致敬。这个是根据梵文把它直译成散文体的那个翻译。所以根据这个寄送，我们把它做一个归纳。缘起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所以呢，缘起等于什么？等于八个不，是不是？这八个不，事实上用一句话可以涵盖。离两边，是不是？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提到，离两边不执中，是不是？无所执着的立场，无我的立场，无所执着的立场。所以刚提到说，生灭、长断等等，四对八个不，只是举这四对来代表所有的现象，但是所有的一切法的变动的现象，不会仅仅是这四对而已，还可以有各种的相对的那个概念或者是说明。那总之，凡是对立的，凡是还有自我中心，还有执着心在，那就是边界。不管是你偏这一边还是偏那一边，总之就是那个边界有自我中心，还有所执着，有烦恼。所以离两边，
再来，缘起等于什么？缘起等于细论止息，缘起等于极静安稳。所以进一步的从这三组形容缘起的形容词里边啊，那个实际上它是有层次的。首先八部，也就是如实的了解缘起的真实相，因为不管是生也好，灭也好，来也好，去也好，或者是有无长短大小等等一切的那个现象，它都是什么依待因缘条件而呈现的真实相。比如像长短，多长才叫做长，多短才叫做短，长短是什么相对的比较的，在你来看是很长，但是如果另外一个比这个更长的，那它就是短，是不是？所以那个一切的现象都是缘起的。所以呢，对于世间一切法的各种的现象变化等等，要如实的确实的了解到缘起的真实相，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没有永恒存在的现象。好，除了如实的了解之外啊，进一步的要怎么样亲自体证缘起的真实相，了解那个观念上的由了解而信解，了解就是知解，透过那个听闻了解，然后进一步的相信，更进一步的要实证，透过修行而亲自体证到缘起的真实相。能够如实了解乃至亲自体证缘起的真实相，那就进一步的能够细论止息，也就是一切的由自我中心，由我执而来的各种的分别认知比较等等，也就会怎么样停息下来。我们刚提到细论是由自我中心由我执而来的分别认知嘛，那当这些从你实证了解乃至实证缘起真实相的时候，自我中心我执的习气自然的能够消除，能够断除，那细论也就止息。由细论止息进一步的体证到什么烦恼完全断除，没有了自我中心，没有了我执的习气，那就没有烦恼。所以呢，烦恼完全断除的极静安稳的境界状态。所以从归经记十个形容词归纳为三组，我们可以看出来，事实上它是有层次的，由八部的了解到实证，能够达成细论止息，进一步的细论止息，那就能够达到极静安稳的涅槃境。所以呢，归经记里边的细论止息、极静安稳，都是代表涅槃极灭的境界。那个三法印，第三法印是什么？涅槃极静，或者是涅槃极灭，极静极灭同样都是
用那个上帝或者是希望 来形容，形容涅槃，极静也好，极灭也好，都是来形容涅槃的境界，烦恼完全断除的境界。所以归境记里边的细论止息、极静安稳，都是代表涅槃极灭的境界，同时呢，也是更能够表达我们这个单元缘起的空寂性的意义。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有听过吗？很熟悉，这个是什么寄送？在哪里听到的？哎，我听到有菩萨的声音，什么寄？雪山寄，是不是？刚有听到有菩萨，那个在佛陀在释迦牟尼佛过去生里边呐、啊，曾经有一次是雪山童子，因为在雪山喜马拉雅，喜马是雪，那个阿拉亚的话是那个，哎，那个什么，储藏，那就是有很多很多雪的地方，喜马拉雅，喜马拉雅雪山。有一次，释迦牟尼佛是在喜马拉雅在雪山修行的时候，那童子不是说是小孩。印度人那个我们看到经典里边很多童男童女，不一定指的是小孩。印度人的观念里边呐、啊，凡是没有结婚的，就称为什么童子、童男。那个特别是在律典里边也可以看到，那个经典里边也很多地方都有看到。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那个雪山童子。在修行的时候，也许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过的，他曾经遇到那个大梵天化身为那个罗刹，因为那个大梵天看那个释迦牟尼佛之前的那个 前身、啊、看他在修行，他就想说来考验看看，看看他修行情况怎么样。所以大梵天就化身为罗刹，然后就讲了，就在那个雪山童子附近讲了这么 两句话，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有没有？然后雪山童子听了以后，他觉得应该不仅仅是这两句，应该还有什么，好像只讲到这边，好像那个点了一下，但是还有未尽之言，一直他很想知道下面是什么。那雪山童子就请那个大梵天化成的那个罗刹，请他那个请他把后面的接着讲完。结果那个罗刹就故意考验他，就是跟他说我现在很饿，没有力气讲，要么你就以你的色身供养我，让我吃饱了以后我再讲给你听。结果雪山童子说我被你吃掉了我就听不到了。结果那个不同的那个 那个好几部经里边都有提到，好几部经论里边都有提到，那叙述上有一些出入，那我们大致把它综合一下。那就是雪山童子也很聪明，他就跟他说，跟那个罗刹，夜叉罗刹，那个跟他讲，我从那个悬崖，那个罗刹在崖那个悬崖的下面，然后雪山童子跟他讲。我到悬崖的顶端，我从上面跳下来，那我跳下来的时候你讲，那正好我听完了，正好到你的嘴巴，我也听到，你也吃到了。结果那个他就真的两个商量之后就决定这么做。然后雪山童子就到那个崖顶跳下来的时候，那个大梵天化成的那个
罗刹说了后面两句，然后呢并没有真的把它吃掉，就那个伸手把雪山童子 拖住，然后轻轻的放下来。那请问诸位，后两句是什么？啊，生灭灭矣，很熟悉。那个圣严师父原籍的法事，我们在那个总本山的大殿有没有很大一幅字？极灭为乐。诸位如果有当时2009年有参加 有到山上去 参加那个缘起法事的话，那可能有点印象。好，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诸行无常，一切法，包括那个这边有的人解说诸行，特别是指心的活动，心行。但是广义的讲，诸行是应该是一切的存在，一切法，包括我们的身心、我们的心理活动、我们的色身、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是什么变化无常的，是不是？所以因为变化无常，所以有生有灭，所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到这里为止，多数的人很容易能够体会到，譬如对于自己所喜爱的人事物产生的变化，心里边会升起无常的感慨，是不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至亲、至爱生病乃至于往生的时候，会更加的深刻的体验到生命无常，是不是？然后对自己非常喜爱的，有没有自己曾经非常喜爱的东西坏掉了、丢掉了、不见了，哎，心里边会有什么？有什么感觉？无常啊，是不是？然后对于那个外在环境的那个季节变化等等，特别是有一些感性的人，更容易有诸行无常的这样的那个概叹、那个感叹。但是一般而言，多数的人很容易经由自己的身心的体验，有比较大的冲击、比较大的变化、比较大的逆境当前的时候，或者是周遭人事物等等的变化，很容易能够体会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是一般人就能够体验到的。但是问题是，体验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之后呢，可能那个心情波动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又恢复什么原来的生活方式、原来的思维模式，好像曾经遇到过的那个非常痛彻心扉的无常的感慨，好像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的淡去、忘了，是不是？然后该执着的时候还是执着，该烦恼的时候还是烦恼，是不是？但是呢，那个我们这一次上课，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因缘介绍龙树菩萨的传记。一般我们在介绍中观的课程的时候，会从龙树菩萨的传记，也就是中论的作者龙树菩萨的传记介绍起。因为龙树菩萨曾经那个年轻的时候跟他的三五好友到王宫去，然后当下亲眼看到他的那个一群那个几位好友被乱刀砍死，就在他的眼前。然后他突然醒悟到那个享乐
并不是究竟的，一切的存在是无常的，所以他就发愿，发了大愿，出家修行。也就是无常是事实，无常是一切法存在的现实，那如何能够解脱这一种无常生灭的困境？那进一步了解到体会到无常之后，进一步能够做什么？所以后两句生灭灭矣，即灭为乐。一般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不能测见空性，所以对一切法执着有决定的相，生是决定的生，灭是决定的灭。那对于这一种生灭等等的一切的现象的执着的心，完全的断除，那就能够怎么样？即灭为乐。所以刚刚提到对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一般人容易体会，但是进一步的如何能够对这种无常生灭的现象能够彻底的断除分别心、执着心、烦恼心，那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因缘来出家，像龙树菩萨体验到发愿出家修行，发愿弘扬佛法，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因缘，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佛，是不是？那诸位在现场的也好，或者是在网络上听的，都是有因缘有善根听闻佛法，接触到佛法，但是更深刻的体验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之后，能不能因此而激发自己的出离心，出离烦恼的心，出离执着的心，由此而能够进入佛道。所以经典里边说到那个以无常而入道，为什么体验到无常能够入道？体验到无常不一定能够入道，就像刚提到的，很多人对无常生灭很容易就能够体会到，但是很可能转个身或过了几天就忘记了。无常之所以能够入道，入什么道？入解脱道，入菩萨道，入究竟无上佛道。无常为什么能入道？因为体验到无常而发出离心，出离烦恼的心，是因为发出离心，以发出离心的缘故，所以能够进入解脱道，进入菩萨道，进入无上佛道。这个是无常，以无常而入道。所以呢，进一步的发起出离心，出离烦恼，而修行佛法，而能够真正的断除执着心，断除自我中心，那就能够生灭灭矣，那就能够即灭为乐。这个是缘起的空寂性，也就是归经记里边的细论止息极静安稳。由缘起了解，如实了解缘起的真实意，乃至亲证缘起的真实意，而达到细论止息即灭安稳，这个称为缘起的空寂性。诸位还记得这个就是什么？龙树菩萨写中论的目的啊，是不是？我们第一次上，第二次上课的时候提到，可能是第二次，龙树菩萨写中论的目的是为了
细润仔细极静安稳，或者总括称为缘起的空寂性，或者称为极静安稳的涅槃境。必须透过如实了解缘起的真实相，乃至亲证缘起的真实相。这个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龙树菩萨写中论的目的，中论的主题，写中论的目的。以上缘起的三种特质，我们再把它做一个归纳。缘起论归纳起来可以有两个主要的作用。第一个，说明一切存在现象。一切存在现象，我们如果用佛法的术语，也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在时间空间中的因果关系。第二个作用，说明生死流转跟解脱还灭的两种生命方向的因果关系。我们看第一个，说明一切存在现象，包括生命现象，包括所处的环境，在时空中的因果关系，在时间的因果关系是前因影响后果，前面影响后面，这个是纵横坐标里边的纵坐标。纵坐标的话是什么？有前有后，因为是时间的序列，所以是有前有后，前后的因果关系，前因影响后果，由后果推之前因，这个上礼拜介绍的。再来，空间，一切存在现象在空间当中的因果关系是相互影响的，这个是横坐标，就空间的彼此关系是同时因果关系。前后因果关系是什么？前后因果的系列性。那同时因果关系的话呢，是因果之间的相互依赖，有没有？所以呢，前后因果关系是此缘性，然后同时因果关系的话呢，相待性，是不是？好，所以时空的关系包括此缘性，包括相待性。那第二个主要的作用是说明两种生命方向的因果关系。第一个，生死流转，也称为流转门，也就是流转生命、流转轮回的这一类的现象。经典里边，特别是《阿含经》提到流转的现象，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也就是凡是造了此因，就会有什么相应此因的结果产生。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状态，你造了生死的业因，那就避免不了继续的在生死当中轮回。经典中间省略掉的这一段，是举什么？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事，有没有？然后最后，经典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这样的现象，存大苦聚集，也就是造生死因，然后呢，会有生死的果报。这样的生命流转的现象，存大
苦气急的那个存大是用来强调这种苦的极其苦的因乃至造成苦的结果啊，是存大苦气急。好，然后第二种方向是什么？解脱环灭，也称为环灭门。同样的，经典里边提到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也就是不造生死因就不会有生死的果报。然后中间省略掉的一段是什么？无明灭故行灭，乃至老死灭，是不是？那个最后结论是什么？存大苦聚灭，那就是四圣谛的什么灭谛，苦灭圣谛，有没有？好，那其中的解脱还灭啊，也就是缘起的空寂性，解脱生死，烦恼完全断除，解脱生死，证得涅槃境，那就是缘起的空寂性。那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经由如实的了解缘起的真实相，乃至体证缘起的真实相，而实证缘起的空寂性。好，因果的关系，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有此因必然会导致相应的结果，而中间还有什么缘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经常举例，比如像种子是因，果实开花结果，果实是果，从种子有种子，是不是一定能够长出结果，或者是种子一定会长出好的结果或不好的结果吗？有可能，但不是绝对的。为什么？中间那个缘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种子，你有种子，但是你把它种到很干的土地里边，或者种到那个水分太多的土地里边，那它可能干掉、干死掉，或者是泡在水太多的地方烂掉了，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养分不够啊、阳光不够啊等等，也就是它辅助的因缘、辅助的条件不够恰当、不够充分的话，那它长出来的那个果实可能长不成果实，或者长成的果实可能干干瘪瘪的，或者水太多的话就不甜，是不是？像那个西瓜如果遇到雨季的话，那雨季过后的那个西瓜甜不甜？大概水分很多，可是可能不太甜。那如果说那个不是太干，就是刚刚好的话，那那个西瓜可能就很甜，是不是？所以你给它好的助缘，就是有种子给它好的助缘，可能可以让这个果实更加的那个更好，可以有更好的果。所以从因到果，缘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果的话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苦的结果，也就是苦的事实、苦的真相；一个的话是什么？苦灭的结果，那就是乐。这是苦之灭，造成苦的结果必然有它的因，那就是什么？极其苦的原因。想要苦灭，也必然需要有具足的条件。这个是什么？灭苦的方法。所以因同样有两个方向，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什么？
苦集灭道，哎，四圣地这边，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生命方向的因果关系。第一个是什么？造苦因得苦果，那就只好继续的在生死当中流转，这个是生死流转，或者称为流转门，这个是世间因果。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想要灭苦，必须要什么？学习灭苦的观念，实践灭苦的方法，这个是解脱还灭，或称为还灭门。这个是出世间的因果，而因缘果贯穿其间，所以呢，果前定有因，求果须真言，是不是？好，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说明了。好，下面接着我们看性空论。空，我们 看前面看到那个第二十四品的第十八个偈颂，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诸位应该还有印象，那个空的梵文是 sunyata， sunyata 是什么意思？我们提到那个 sunyata， 那个楞严咒的前面偈颂，顺若多性可消亡，有没有？ sunyata 翻译成空，但是早期佛法跟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早期翻译的时候也有把它翻译成无的，但是后来几乎没有再翻译成无，后来苏亚达都翻译成空，因为翻译成无很容易跟有无的那个无混淆，因为空不等于无，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是要说明什么？空是对一切的存在物，或者佛法的术语叫做一切法，一切存在的现象，一切存在的事物，包括有情本身，有情的生命现象，有情的身心的现象，生理方面的，心理方面的现象，以及外在的世界，也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那佛法的术语，有情本身的生命称为有，称为我，外在所处的环境，也就是所谓的有情世间跟什么气世间，气世间也就是外在的世界，称为我所或者称为法的考察，对一切存在的考察，发现没有任何一样事物，任何一样存在，它是具有固定不变的实体。一切法是宛然有，而毕竟空，也就是空苏亚达，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什么？因缘具足的时候，呈现暂时的宛然有，由暂时宛然有的生灭变化而观察到，甚至于实证到本质是什么？毕竟空。所以是从世俗地的角度来看，因缘和合暂时有；从圣义地的角度来看，没有永恒存在的实体。所以说它空，是否定有永恒不变的任何的实在不变的任何存在，而不是否定它暂时呈现的有。所以跟有无的那个无的意思是不同的，不是什么都没有，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是要什么？破除我们执着的，我们一向执着看到一个什么，或者是拥有一个什么，你很容易会把它当成是实在的，
所以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是宛然有，毕竟空，一体两面。我们再用一个表来看，一切法或称为一切的存在啊，包括友情本身的身心生命现象，以及外在的世界。外在的世界我们称为外境，友情本身的生命现象我们称为内境。友情本身是能认知的我，能认知的主体，外在的世界是我所认知的对象，也就是友情所认知的对象。能认知的我是主体，所认知的对象是主体的对象，是能所的所。那在阿含经里边，把友情本身的生命现象称为我，而外在的世界称为我所。因为我们回顾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出家修行是为了什么，佛陀的传记，佛陀的故事，多半的人是听过的，至少不知道详细的，至少听过佛陀那个离开王宫修行，是因为看到什么？众生的生老病死，众生在生老病死的这一种无常的生命的流转里边，流转不已啊，无法从这种流转的困境里边解脱出来。所以呢，因此佛陀出家修行，希望能够找出解决众生生死的问题，解决众生流转生死的这种困境。所以呢，早期佛法所关注的主要是什么？友情本身的，也就是友情众生本身的生命的流转的现象，由了解友情生命流转的现象，进一步的希望由此而找到解决流转生死 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就是前面说的流转门跟还灭门，流转生死跟解脱还灭。所以早期佛法所关注的是友情生死，友情的生死跟友情解脱生死的问题。所以呢，那个友情本身的生命称为我，我以外的一切都附属于什么？友情。所以呢，友情自身称为我，而外在的一切是什么？我所认知，我所感知，所以是我所，以我为主体，而外在的一切存在是那个附属于我，所以称为我所。到了发展的佛法呢，把那个友情本身称为我，而外在的存在称为法。所以这个是两组。那广义的我包括什么？包括我跟我所，包括我跟法。所以呢，广义的我事实上也就是什么？一切法，是不是？从这个表所看到的一切法，一切法空，由体证一切法空而得空性的智慧。因为得到空性的智慧，所以可以解脱生死，这个是我们修行的目标。那如果是针对我的话，那就是所谓的无我，是不是？无我的智慧，无我所无的这个我包括什么？
人认知的主体跟所认知的对象，对于生命的生命现象的执着，乃至对于我所认知的一切，我所拥有的一切的执着，通通都放下，叫做什么？能所双泯。泯的话是泯除，无我不但是那个所认知的所我所要放下，能认知的我也通通要放下，这个叫做能所双泯。那如何能够证得一切法空？如何能够证得无我的智慧？能够能所双泯，经由体证缘起无自性，体证缘起性空。好，这个是那个对那个中观学派对空空是对于一切法的考察，发现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不管是有情生命本身，或者是外在的一切，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因为缘起因缘和合呈现暂时的宛然有。同时呢，正因为因缘和合而呈现暂时有，或者是因缘变化而现象也变化，因缘消散，暂时有的现象也消散，所以呢，了解到乃至体证到缘起性空，缘起无自性。所以一切存在物啊，包括友情或者是物质等，都不具有永恒不变的实体。他们的存在啊，不管是我们的身心现象，或者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所认知的一切，他们的存在都只是依赖各种因缘条件的组合，所以称它为什么？因缘所生法，或称为依缘而生起，简称为缘起，因为依赖各种因缘条件。这个应该是蛮容易理解的。我们的生命，那个没有空气，没有水分，没有食物，那能够维持几天？那我们的生命从出生就是一因带缘而出生，成长的过程也是一因带缘而成长，是不是？不管我们的学识也好，我们的那个健康也好，各种的，或者是那个事业上的成就也好，家庭的和和美满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什么？依赖各种条件，你给他好的因缘条件，那他就比较能够如你的意，能够呈现你比较那个什么，比较，能够呈现比较如你意的那个结果。我们上礼拜不是提到那个此缘性，就现在而言，乃至就未来而言，你希望它更好，那希望未来更好，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积极的累积，能够让未来更好的资粮因缘，那未来就有可能朝好的方向发展。这个是什么？正因为它是一因带缘的缘起的不离缘起的法则才有可能，否则如果是那个恒常不变的话，那我们的努力就毫无意义，是不是？那个比如像那个晚上肚子饿的时候，
用药食能够让我们肚子饱，是不是？饥饿的现象透过饮食能够呈现什么饱的状态，那依赖饮食能够呈现饱的状态，这也是一种缘起的现象啊，是不是？饱是因缘所生法，是不是？那这个因缘所生法不是说你饱了以后它就不会变，饱了以后就不会变，那又变成是什么？变成是执着恒常不变了。饱也是因缘所生，等你食物逐渐消化，可能还没有下课，你大概已经开始有点饿了，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什么？生灭变化，依赖各种因缘条件而呈现的暂时有的现象，叫做宛然有。所以呢，当条件改变的时候，存在的现象也会跟着改变；条件离散的时候，存在的现象也会跟着消散。譬如刚提到，当你吃下去的晚上吃下去的东西都消化了，那个本来饿吃东西说有饱足的感觉，那慢慢消化慢慢消化，哎，本来很饱，然后好像哎已经没那么胀了，那再过一段时间以后条件离散了，那又呈现什么饥饿的状态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条件改变，现象会跟着改变，条件离散，现象也会跟着消散。所以任何友情或者是物质等等的存在，也就是我跟我所或者是我跟法，都只是一种虚幻而暂时的存在，所以称它为宛然有，而不是真实永恒不变的存在，所以说它是毕竟空。中观对于友情以及物质等等的一切存在，也就是我们说一切存在或者是一切法的非真实存在，真实存在的意思是什么？真实存在就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一切的法没有一样可能固定不变，也就是前面说的决定相，或者是我们后面会再介绍到的所谓的自性见，或者是决定相。没有决定相，因为一切存在都是一因带缘而暂时呈现的，所以不是真实永恒固定不变的决定的存在。中观把这些现象称为我空跟法空。我空是针对有情生命本身的现象，我们的生命现象不是永恒不变的，不是永恒不变的存在，而外在的环境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存在。我的生命现象也好，或者是一切外在一切的存在也好，都是什么？依赖各种因缘条件而呈现的宛然有，但是毕竟空。中观把这些现象称为我空跟法空。换句话说，我空法空代表中观对一切存在的看法，也就是对有情生命的现象跟外在世界存在的看法，我空跟法空。在中论的第24品第19个偈颂这么说，非常重要的那个中论那个
有好几个非常有名的祭颂，诸位蛮熟悉的，比如像第十八个祭颂，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前明，意是中道义，有没有？还有这里第十九个祭颂，还有好几个祭颂，那个不少人能够朗朗上口的那个中论的所谓的名句呀、啊，有好几个祭颂是从第二十四品来的。二十四品叫做观四谛品，那其中第十九个偈颂这么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因缘同样的，在这里梵文用的是缘起。那总言之，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那个从反面复复得正，强调什么？强调任何的一法都是从什么？从因缘而生的，都是依赖各种因缘条件而生起的。所以用否定、否定、否定 的那个叙述方式来强调、来肯定任何一法都是从因缘生的，没有任何一样法、任何一样存在不是从因缘而生。然后那个后两句，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我们前面介绍那个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诸位还有印象吗？我们在介绍那个前面在介绍那个在进入缘起论之前，介绍第十八个偈颂的说明的时候，我们提到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同样是从第二十四品出来的。那这里的第十九个偈颂进一步说什么？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正因为一切法没有不是从因缘生的，所以一切的法都是什么？都是具有空这样的性质，具有空这样的状态。所以这边第二句跟第四句结合起来正好是什么？缘起性空，是不是？所以这个偈颂也非常有名，强调一切法都是从因缘而生，所以一切法都是正因为从因缘而生，所以一切法都是空。好，所以前面提到空是对一切存在物，包括有情本身，包括外在世界的考察，发现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一种现象具有固定不变的实体，是我空，是法空。我空法空合起来也称为性空。所以性空是包括什么？包括我空跟法空，或者也称为无我。中观的智慧也就是性空的智慧，空性的智慧也就是什么？无我的智慧。那显然这里无我的那个我是广义的我，前面说到的人所双明的无我，同时也称为什么？无自性。前面那个表我们看到缘起性空，缘起无自性，有没有？好，所以呢进一步的我们针对空再给它定义，包括两点。第一点，空是无自性，也就是一切法空。自性是指对一切存在、一切法、一切的存在，由一切的存在而产生的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见解也就是邪见，对一切存在的邪见，这个是自性。
那定义是什么？我们下面看。所以空第一个是无自信，否定有自信这样的特质，所以是无自信，也就是一切法空。这个是上面提到的我空法空，可以综合的称为无自信。第二点，空是无我，我的话，从我空法空而言的话，无我指我空，但是广义的话，事实上是指的一切法。那这边的话，专门针对我空而言，那这个我是什么？我是指对有情本身生命存在现象而产生的错误的认知、错误的看法。好，这个是针对无我，所以空是无自信，空是无我。我们看第一个，空是无自信的意思，也就是一切法空。而自信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对一切法的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认知、错误的执着。空相对于自信，也就是空，那就是无自信；自信，那就是不空。自信的梵文叫做 svabhava。 那为什么翻译成 自信？因为那个 svabhava 的那个 sva 是自己的意思， bhava 的话是存在、存有、成立的意思，表示存有的一个 动作名词。所以 svabhava 直译的话，可以把它翻译成极致而有。那一般那个佛法的名相，把它翻译成自信。极致而有是什么意思？是自己本身具有存在性，也就是它的存在不需要依赖外在的因缘就能够存在，它是自体实有，自己成立自己。所以是那个梵文用的是吧 ？Pava 自信，自己可以成立自己，不需要一因带缘，可以成立自己。然后成立了以后，不需要一因带缘，可以怎么样？可以持续的存在。然后不需要一因带缘，它可以永恒不变的存在。所以综合起来，自信的定义啊，有三个特征，也就是凡是自信、具有自信的，它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常，常的话是常住不变、恒常不变。这个是从时间的前后来看，那个前面跟后面都一样的，一成不变的。但是想看看，一切的存在有什么东西可以是恒常不变的？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恒常不变的？父母亲情、夫妻感情，或者你所拥有的健康、你所拥有的财富、你所拥有的学识。现在那个什么阿兹海默症，你那个原来很聪明、非常那个有才干的，但是你老人痴呆了以后，或者是阿兹海默症的话，它就是一种变化嘛，也不可能是恒常不变的。所以任何的
任何的存在啊，想看看真的可以找到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是永恒不变的吗？再来，一，一的话是什么？单一独存，是孤立的，是独立的，独存的。这个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彼此的关系。那个以为我可以不依赖任何的，任何的人，我就可以存在。你不依赖任何人，但是你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食物，你还活得成吗？哎，那个还是需要依赖因缘条件。所以呢，没有单一独存的，没有任何一法是可以单一独存的。再来，十，十的话是实存实有，实存实有，也就是什么？它的存在是自己如此，本来如此。这个是从现起来看，所谓的现起是什么？从无到有，哎，不需要经过这样的变化过程，本来就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本来就在那里？我们出生的时候，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像地球本来就在那里。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生命不够长，我们看不到它的变化。地球也在变化，是不是？气世间也在变化，我们的生命也在变化，不可能本来如此，自己如此，出现、升起，一定是什么？依赖各种因缘条件而升起、而出现的。好，所以凡是自信有的，一定是什么？常住的、独存的、自身的。也就是凡是自信的，它一定具有三种特征：常恒不变、单一独存、自己如此、自己生自己。所以凡是有常一时这样的观念，那就称为什么？具有自信的见解，具有自信的看法，叫做自信见，正好跟空性见是对立的。哎，到这里为止，常依时自信见或自信有，你们觉得跟你们有关系吗？跟你们有关系吗？自己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常依时的那个认知、看法、见解的人有没有？事实上，我们的一切认识当中啊，没有不具有自信见的。在维系的念头里边，那个你说我学到缘起性空，我同意缘起性空，然后我觉得我也能够理解缘起性空，我也在练习缘起性空，所以我没有自信见。但是问题是，我们刚提到的，希望自己的容貌不要变化，希望自己的健康不要变化，希望自己自亲自爱不要变化，情感不要变化，希望小孩子永远都听我的话，是不是有儿女的？我就发现那个我叔家的亲戚里边有一个小菩萨，因为我叔家妹妹从她六个月的时候帮忙带，因为她本来是她的外婆带，结果外婆突然车祸往生，结果就我的叔家大妹妹帮忙带，
那他们假日的时候有时候常到法鼓山去玩，因为那边环境啊，反正常到法鼓山，从他六个月大的时候要用推车推，到现在已经小学二年级要升三年级，我就发现哇，那个大概从那个一岁以前那个自我的那个认知还没那么强烈，大概大人讲话大概都还蛮听话的，然后慢慢的一岁多以后就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想要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然后大人讲的话他大概都会跟你唱反调，那个这个是什么众生与生俱来的所谓的自信见。那所以呢，那个从自我而来的认知，这个自信见，我们的认知里边呢、啊，经常是不离自信见，而我们自己没有觉察到而已，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一切认识里边呢、啊，没有不具有自信见的。譬如刚提到的那个跟儿女的情感，你希望他听话，但是他不一定如你的意，你希望他一直都听话，这个就是常见嘛，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那个什么，他的起心动念，他的思维，他的想法也在变，那你要求他都听你的，这个是什么？不自觉当中希望什么长恒不变呐、啊，诸如此类的，不仅仅是这方面，各方面都一样。我们把这一页告一段落。凡是缘起的存在，不离三点特质性质，存在的一定不是自由的，也就不是自己成立自己。凡是时间的，一定不是恒常不变的有；凡是空间的，一定不可能单一独存。而凡是缘起的，一定是什么？一因带缘而宛然有。但是颠倒的自信见啊，一定是在这三点上面起执着，哪三点？自有、常有、独有，也就是前面自信的定义，常一时有没有？常恒不变啊，单一独存啊，然后自己成立自己，自己本来如此，这个就是自信见。所以龙树菩萨为了破除众生的自信见，而提出缘起性空，摧邪显证，一了百了。同时，这个也是佛陀说缘起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为了要破除众生的自信见。好，今天我们到这里，下次再继续。